哦，不是哦。吓唬人呢！红妆，干一个个都这样子给我搞红妆，我王八蛋！打你啊！嘿！再来同一招。觉得有的时候这边的筒子啊，好像博士特别苗条了。明明使徒啊、鹿头什么的都很容易在这边卡，可是那个博士就可以很像特别苗条一样这样冲过来。我跟你讲，太接近传送了，百分之百。我跟你讲认真的，他为什么不先用？因为机子都修掉了，他再传也没有用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摸我。第一波，然后我就要来做路了。哎哎哎，有没有人摸我啊？那我站起来。哪里？哎哎哎哎哎，你不等一下的吗？哎哎哎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不要这么急啊！给点机会操作行不行？给点机会操作行不行？好，可以了。顶了喂嘞！哦，你才不喘呢、啊！你才不喘呢、啊！哎、欸，他只想打我了，他想把传送留在开门站，对不对？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有一个人已经在等门啊？喂，修机呀、啊，大哥，你疯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你最好是有这么猛，我还倒没看过有人跳得起来嘞。你就去那边卡着不会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，莫名其妙。你去卡着，卡一下行不行啊，大哥？哦，他就要从那边。就要从那边走出来，那个路这么窄，你就不卡，你一定要给我跑空地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传送用的，哎，有人在小门吗？好像有吧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为什么他们三个都在大门？啊？先走了，门开了呀？有没有地窖、啊？
救命啊！为什么他们都在大门，没有半个人在小门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问啊啊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啊！啊！还是没地窖啊！哎，为什么有人在那边啊？那边哦。哎哎，哇哇！为什么有人？哦，是虫子啊！啊，算了算了。